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是清明，祭祖的日子。我们在此地以学习摄尘礼观道品调时，以此功德回向列祖列宗，加持过处的清明法会。今天我们从摄尘观里面的第六道品调时，前面我们学过37道品，这讲这一段就容易了。道是能通之意，品类也不同，故名道品。道是道路，道是门径，有通达的意思。道确实有无量的品类，世尊常常跟我们讲的37道品，也就是事处世间一切通道归纳为33类，37类。这是37类，就世间法来说呢，能通一切善法，就通一切善道。在出世间法呢，能通涅槃，涅槃是终极的目标。他通声闻，他通缘觉，他通菩萨，他通佛道。所以天台大师讲37道品呢，就分为这个四章，藏通别圆四种讲法，它门门都通，没有障碍，最后通知如来的大涅槃。调为调停调试，遇到障碍了，用37道品来调试化解障碍。摄是适当，适宜。从别言之呢，从差别来说有37品。若总而言之，37品不出戒定慧，即是以戒定慧而调适也。戒定慧三学是总纲，37是别目。教程法术里头有一个图表，诸位一看就晓得了。这37哪些是属于戒，哪些是属于定，哪些是属于慧，你一看就明了。所以它是从戒定慧开出来的，展开来的。那么从37品呢，如果再展开呢，那就是无量法门了。就84000法门，无量法门就是开展。归纳起来戒定慧。若修四念处，
能生正勤，正勤发如意足，如意足生五根，五根生五力，五力生气绝，气绝生八正道，是为调停适当也。啊，所以它有次第。在经中称为助道品。为什么要助？我们念佛不得力，功夫不得力，要仔细去观察什么地方不得力，出了什么问题，从37道品里找药方来对治。啊，大概总的原则，37道品有总的东西，总就是四念处，这个东西没有放下，所以断卧修善就没办法做得圆满。四念处，我过去讲了很多遍，讲过天台大师藏通别圆的四念处啊，这个大概20-30年前啊，依智者大师的著述，知道啊，37道品不是小乘专修的，藏通别圆通通都有。连一乘道里的也有，圆教是一乘道。啊，首先也是最困难的，如何把身见看破。因为这是所有障碍的根源，就是身。六道众生，每个人都把这个身认为是自己，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身不是我，那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不是我。大家知道，衣服是我所有的，换一件衣服，脱掉衣服，你没有什么感触。身也像衣服一样，我们把它摆脱掉，就很容易了，一丝毫痛苦都没有。啊，什么人脱衣服痛苦呢？小孩。他喜欢那个衣服，你把它脱掉了，他就叫唤了，啊，他就不喜欢了。为什么？他执着，啊，舍不得那个衣服，天天要穿在身上，啊，其实，身体真的不生活，身体要生活，死了之后我没有了，那谁去投胎？谁去搞轮回？那我们修行正果成佛了，这身带不去，谁往生了？谁正果了？谁成佛了？我啊，真有我啊！但这个身不是我。现在呢，我住在这个身上，身好比一辆汽车。我是驾驶的人，像我在这个车上，啊，我随时可以离开这个车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说生不生我？生是不生不灭的，生是常住。永恒不变的，
那身不是的，身有生灭，身是无常的。那一分钟以前的我，跟一分钟以后的我，这个身呢，这个身不是一个身。一分钟时间太长了，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前一秒的生跟后一秒的生不是一个生，谁知道？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他怎么知道？他看到这个真相了，看到你是生灭相。不生不灭的，在佛法叫自性。在万法里面叫做法性，法性跟自性是一个性。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万法没有一法不生活。为什么能现万法的生活，所现的万法，万法通通是我所现的，也是我，能讲得通。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万法真的是我。我喜欢这个法，我不喜欢那个法，这是错误的。你那个喜欢跟不喜欢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大乘经上佛常说，真心立念。有念呢是妄心，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真心不变。所以，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是真心现。真心所生，那个里头的人没有妄心，他没有妄念。我们常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十宝图里面的人全部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阿赖耶识。阿赖耶是妄心，妄心里头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真心没有。所以十宝庄严土虽然有相，那个相不会改变，时间长久，叫无量寿，无量寿的身相不变。我们讲永远年轻，他没有衰老，他没有病痛，他没有死，生老病死全没有。他的相是化身的，我们去往生的相是化身的，我们接触的相、居住的环境、人事环境的相。也通通是化身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已经转识成智了，所以永恒不变。
这是就理上来说。在事上来说呢，才知道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啊，事上我们还没有转识成智。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用的妄心，不是真心。不是真心就有生灭，就是无常。那么方便土用妄心，同居土也是用妄心。那极乐这两个字就说不上了。无常哪来的极乐呢？生灭怎么会有极乐呢？无常生灭法中，只可以说苦暂停，暂止，哎，感觉到有乐了，没有苦了，觉得快乐。啊，殊不知它停止的时间很短，啊，你感到苦受啊，它又来了，断不掉啊。所以佛说三界同苦啊，哪来的乐？这个经后面讲的很多。32到38品讲得很详细。那么极乐世界真的是乐，它的同居土、方便土得到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让往生同居方便土的这些人也能够得到十报土里面化身菩萨同等的待遇，这个不可思议，那就真的是极乐了啊。所以极乐，大家赞叹极乐，实在讲就是赞叹极乐世界的同居土、方便土啊，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所以四念处这四桩事情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一定要明了啊，观身不净，这不净的身不是我。啊，这四种观是叫我们能放下，所以它是智慧，这是看破。啊，你没有看破，你不肯放下，真看破了，不叫你放下，你自己也放下了。那换一句话是，我们没放下，证明我们没有看破。啊，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我们对事实真相不明了，所以不能看破。啊，第二，观受是苦。今天我们所感受的只有苦没有乐啊，我们自己以为是乐，那只是苦的暂停，
啊，三餐饭吃饱了，不饿了，好像很饿了，一餐饭没吃，就感觉到很难过。啊，两餐饭、三餐饭没得吃，就饿的就觉得很苦了。由此可知，那个饭是药啊，治什么病？饿病啊！一天一定要服三次药，一次药不服就难受。三天不吃饭，恐怕就爬不起来了。我们细心在这里观察，就知道佛为什么说苦。啊，乐他也说苦。啊，我们很苦，感受苦的时候，他讲苦能懂啊。在我们很快乐的时候，为什么要受苦？啊。佛说，乐是苦因呐，苦是乐的果，乐极生悲也。这个话的意思很深。我们要细心、冷静，才能体会到。粗心大意，听不懂啊。啊，观心无常，这个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一个。啊，这在无蕴里头，就是想、行、识。啊，所以思念处前面三条就是无蕴。第一个是色。第二个是受，第三个想行识，这叫心。啊，观心无常。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第八阿赖耶的藏识，等于说资料库。所有记忆都在里头，全是无常。啊，前念灭，后念生，是相思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相思相续。啊，最后一句是观万法。你看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没有自体，无我啊！果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一切法里头没有主宰，没有自在。为什么？它无常的。弥勒菩萨讲：“一弹指，32亿8000年，那就是无常。”啊，是一种相思相续。啊，真常永恒不变的，就是自性。净土讲的常寂光，那是真的。我们无法形容它，
这用两个字，灵性。灵性变法界，灵性变一切空间，变一切时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自然现象，什么都不是，能生万法，所以万法是一体。这个，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净土也不例外，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放下万缘。一心专念的，我们放不下的，还不就这四桩事情？这四桩事情展开，就是一切法。佛把它列在第一条啊，首先叫我们认识。然后断无修善，有前面的智慧，你就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什么是邪，什么是真，什么是妄，有能力辨别。正面的要修，负面的要舍。是真情，情是精进，是正面的精进，不是负面的。知道是物，这个物有没有？有，赶快断。没有的，要让这个物不生。善的有没有？有，要继续增长。没有的，要赶快现起来。这四真情呢？四如一足是放下。真正放下，你才有根。这个根，佛经上讲出世法，它也包括世间法。世间法，你有伦理的根，你有道德的根，你有圣贤的根，通世间法了。出世间法呢，你有声闻的根，你有菩萨的根，你有成佛的根。有这个根，好好的培养它，要让这个根呢增长，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有力量。力量显示在哪里呢？显示在断恶修善，能帮助你断烦恼，能帮助你成菩提。这就有根了。根里的头一个是心，心静念定慧，所以我们学习道品的时候，深深感到今天人没有心根。所以学什么东西不牢靠。
念佛往生，完全靠最后那一念，那一念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遇到善语，遇到善友，在旁边提醒你。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要理他。这句话非常重要，得提醒他。怕的是什么？别的境界现前，他跟他去了。不是跟佛去的，那些人他所见到的，《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那是些什么人呢？他所看到的家亲眷属、亲人，其实《地藏经》上讲不是的，冤亲债主啊。变现他亲人的样子来欺骗他，把他带走之后就算账了，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一跟他走了就回不来了，那就到三途去了。这个关头要把紧了，所以许许多多念佛人临终一个错觉，又搞轮回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早年李老师常讲，台中莲社莲友很多。真正的往生的，10000个人当中只有3、5个。那些人呢？那些人因尽现前的时候，一念跟他们走了，都上当了，都吃亏了。真正见到佛来接引的3、5人而已。这3、5人，第一种，善根深厚，多生多劫修行，得佛力加持，行正，魔不敢扰。第二种人对于教理通达，他有观照功夫，境界现前，他有能力辨别，有定有慧。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正勤才知足，如意足是知足，知足这心经念定慧才有根
然后我们认真修行，这个根才能产生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消业障。啊，无力生气绝，气绝如八正。八正道是成佛的正道啊！成阿罗汉、成辟支佛、成菩萨、成佛，都是走这条道啊！所以调停适当，这就是主导。啊，我们敬宗的正道是信、愿、持名。我们的信有问题，用八正道来调摄。我们的愿不肯切，也用这个办法来调。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还是有这用这方法。这方很有效，所以若随人根性与诸道品何者相应，可以入理，是为调摄是也。啊，我有什么问题，找哪一条，在这里找，当知道品。就是四谛，四谛里的这道谛，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道是什么呢？道是八正道，也就是三十七道品。啊，经以圆教无着四谛，这天台家说的。三十七品成于一心三观也。空、假、中三观。一心三观是圆教。三观是一心的，一心是三观，没有先后，没有次第。与上面所说的破法变，即色通色，前面第五，若不以道品调摄，何能即与真法相应？没有三十七道品帮助你调适，怎么可能是很快与真法相应？这个真法就是与自性相应，与法性相应，与实相相应。故大论云：三十七品是行道法，佛的教有四大类：教、理、行、果。啊，第一个教是教学的方法，第二个理是教学的理论，第三个行是这个理论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啊，行
帮助你提升境界。帮助你将前面所学的融成一体，就是性解行是一，不是二，那就叫正果。啊，正果没有别法，你所信的，你所解的，你所行的是一，一二三，三二一，这就正。这于上破法蔽即是通色啊，这后头讲大论云，三十七品是行道法，修道之人若于破惑若离，或是迷惑，破惑若离就是破迷开悟，若离是开悟。必须此道品调适应，所以三十七道品不能不知道。三十七道品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帮助自己破迷。帮助自己一向转念，所以必须此道品调适也。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再看下面第七段，对治助开，对是对待，治呢是公治，也就是对治，为行人正修观时。护合邪道兴起，障于正道不能前进，随所着心，须以相应之法了而对破之。这个情形，学佛同学每个人都有，常常遇到。遇到不知道对治，或者对治的方法无效，就退转了。这个情形太多太多了。古人所说的。高明厚利，让老修行都动心。把守不住，全功尽弃，很可惜。世间法理书做得很好，修养很好，一般人看他做神仙，我们以观夫子做个比喻，关公在当时
曹操爱才呀，真的看中他了，对他真好啊，上马献金，下马献银，啊，金银财宝啊，供养他了，啊，派着美女几十个伺候他，啊，封他高官，后主就想把他留住。啊，到最后，他知道刘备在哪，这个住处搞清楚了。他要离开走了，向曹操告辞，曹操不见，他没办法，啊，他写封信留到给曹操，走了。曹操所赏赐他的东西，一丝毫没动，原封没动。这个人名利不动心的，历史上像这样的人少有啊，不是很多，现在没有了，小名小利就动心了，就变节了啊，这世间法。人家一看，假的伪君子，不是真有德行的。佛法里头一推转，麻烦大了。啊，推转的很容易啊。你名气大了，知名度高了，会生起傲慢心。啊，供养丰足了，起贪心。贪嗔一起来，完了，堕落了。地仙老法师给我们讲的故事，我们没听到，我们是听谭虚法师转述的。谭虚是地仙的学生，啊，他有一个徒弟，学禅的，学得不错啊。出家的时候，已经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小女孩，他听佛法听得很欢喜，一定要出家。太太不答应，他还是要出家，非常坚定。就太太跳江自杀了，出家在金山寺。镇江金山寺，那是中国禅宗最兴旺的一个道场。啊，在那个里面学禅，学了十几年，不错啊。啊，老和尚慢慢帮他提升，提升到首座和尚。这地位很高了，仅次于方丈，皈依的多了，供养的多了，哎，毛病稀奇出来了。
修行得力的时候，有护法神保佑，冤亲债主不能上身，傲慢心之一生起来，名利心生起来，护法神没有了，走了。冤亲债主来了，谁呢？这太太。太太的灵魂一直都是在旁边等待机会，有护法神不敢贴身，这护法神走了，贴身现在讲什么附体，一附体他神经不正常了，太太是跳水自杀的，附在身上，就叫他跳水自杀。景山寺是在一个小岛上，在长江靠岸边不远小岛上，他在跳江，被人救起来了。过了没多久啊，又跳一次江，也被人救起来。老和尚这就纳闷了：首座和尚啊，这是带领大众的，他这样一搞的时候，这道风怎么办呢？维持不住了。所以就写信给这个地仙老和尚，说你这个和尚，你这个徒弟现在不正常，你把他带回去。地仙老和尚没法子，到镇家亲自到镇家接他，坐船到宁波。一路上也很正常。在宁波关中寺住，老和尚给他一个疗房，因为他有身份了，首座和尚有资格有一间疗房。让他在这里好好的养，到底是什么毛病也找不出来。那么老和尚知道他跳过两次江，关中寺那边也有一条小河，虽然不大，河里面可以行帆船，可以行船。有一天吃早饭，他没来。地仙老人去看看，怎么这个时候还没起来啊？敲他门，没有人答应。老和尚觉得有问题，好，把门打开。打开看，里头没有人，后面窗子开的，不得了，从窗户逃出去了，可能又去跳江去了，赶紧派人沿着河岸去搜索，去看，走了一里多路，看到尸首，淹死了。好吧，没办法了，把他尸首从河边抬上来。给他做个佛事，办后事。尸首抬到庙里面来的时候，他那个女儿长大了，哭哭啼啼的，到庙里找老和尚。他说你来的正好，你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啊，梦到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今天就上任啊。老和尚听。怎么上什么任啊？他说：“我爸爸做土地公啊，妈妈是土地奶奶。”老和尚豁然想起来，正好他们庙旁边盖了一个新土地庙，那是大哥就是那里。好，尸首抬到那里，在那里给他做佛事。
老和尚也很有意思，如果你真的到这儿来当土地公了，你得显一点灵给我们看看吧。啊，他显的是什么灵呢？一个玄凤，很小的小玄凤，就在坐佛四台的面前，就台下，小玄凤转了很久，老和尚点点头，好，知道了，确实，他就是那个土地庙的土地公、土地婆。你看，参禅一辈子，啊，做到首座和尚，落这么一个下场，鬼道啊，小鬼王，土地公是小鬼王，啊，那个锅炉匠跟他们是师兄弟啊，锅炉匠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去做佛去了。老和尚常常讲这个故事，勉励人。你看参禅，禅到那个功夫的时候，所以动了凡心了。啊，功高我慢起来了，名闻利养。起来了，有了贪心了，落这么个下场。啊，所以这个地方，祸和邪道兴起，邪心颠倒，仗于正心不能前进。这个一点不假了，例子太多了。世间人不辩解的太少太少了，所以高明厚利，最大的诱惑，能不动心吗？关公，所以能不动心？我相信，读圣贤书的力量，他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在传记里头，《三国志》里头看到。关公一生专攻春秋，左丘明的注解《左传》的春秋原文，孔子写的，是一部历史，200多年。国家大事，对于忠孝节义有褒贬，啊，关公一生学这个，他明理，不会辩解。正心电起，真产生的效果。啊，学习必须落实到生活，才真起作用啊！名利不动心，威武不能屈。啊，
关公在历史上值得人敬佩的就是这一点。啊，他经得起考验，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叫为人讲义气，起心动念如理如法，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随所着心，你执着什么，贪着什么，须以相应之法而对破之。啊，这37种方法里头，你去找，一定有。有一种，有2、3种，有4、5种，你能找得到啊。着心即喜，贪着的心，嗔着的心，愚痴着的心，心了啊，明了这个心，在正行可见，舍离可行。啊，这个时候你保住了，你不偏不斜，如理如法的修学。真心可见，就是进步，向上提升的。障碍、模式是好事，没有这些障碍，没有模式，你很不容易提升。啊，所以修行人不怕这些东西，善缘在这里锻炼，有没有贪痴？恶缘也在这里锻炼，有没有嗔痴？所以真修行在哪里修？在生活当中修啊，书本经教是教给你原理原则啊，真干呢？真干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起心动念之处啊，你要再锻炼到你没有邪心呢，你没有恶念。啊，没有染污的心啊，没有分别的心啊，那就成功了。出世法里头学到不起心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啊，里面呢没起心动念，那纯粹用的是真心，真心理念，有念心就不是真的，是妄心。啊，一定要知道，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妄心。如何把妄心变成真心？这叫真修行。用什么方法？84000法门都是方法，任何一个方法都能帮助我们。转妄啊，那我们今天净宗用的方法，我们用持名念佛，
这个方法好。啊，如果一个不善的念头生了，阿弥陀佛，通通归到阿弥陀佛来，不善的念头就没有了。用久了，用成习惯了，不善的念头自然不生。别人不知道，自己很清楚。功夫成就了，一天24个小时，一个不善的念头都没有，你决定往生。如果这一天24小时，不善的念头不生，善的念头也不生，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你的功夫不错了。这叫什么？这叫四一心不乱。你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在同居土，你在方便有。啊，最高的呢？对这一句阿弥陀佛，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对这一句佛号上也没有起心动念，佛号找你，没起心没动念，好像是自然。习惯成自然了，有没有起心动念去念的？没有，那属于理一心不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地位可高了。啊，所以37道品很管用。大师，这是智者大师讲的。怕我们对前面还不能够透彻了解，举个比喻给我们说：如是医治，以治病之术，这个世间的医生、大夫替人治病，药。比对病而用，这对症下药啊。先接受诊断，他得的是什么病？用什么样的药来对症他？说其患冷病者。必用热药治之，这个冷病现在讲凉。啊，医生常说，你这个身体啊，是凉体质，寒湿体质，这是凉，很多，特别是居住在沿海地带。啊，靠近水，寒热寒比较多。那么要用什么？要用热药。啊，香港是海边一个小岛，凡是靠近海边的。肯定是这个寒的
体质比较多。那住在热带，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患热病就比较多。那么患冷病的呢，一定用热药。去帮助他。患热病者一定要用冷药，就是凉性的，用这个对治他。患不冷不热者，必以温和之药治之。这是总而言之，人有三种不同的体质。饮食、医药也有三种不同对治。药力若效，这个药力产生效果了，其病即愈，病就好了。病即愈矣，身即安康。他的身体呢就恢复健康。经论呢对治治法了也有事业。我们现在修行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种种不同的境界。我们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有恶缘，有善缘。顺境对我们修学很好，有帮助。善缘，我们遇到这些善友、同参道友以及护持正法的，都是好人。这个机缘呢，非常难得。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要大幅度的帮助自己提升。为什么呢？缘它会变，它是无常的。我这一生60年，顺境少，逆境多。善缘少，恶缘多。所以我非常珍惜安定的环境。而且功夫不能间断，顺逆都不可以间断，这个修忍辱波罗蜜，顺境要忍，不起贪念，逆境恶缘要忍，不生嗔恚。我们真的提升了。想想在没有修复之前做不到啊！顺境肯定起贪心啊，逆境肯定不高兴啊，起嗔恚啊。现在能够做到，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嗔恚，而且都会生感恩的心。为什么呢？没有这些境界，不知道自己到什么程度。境界一考试，通过考试，晓得我现在到哪个层次。关关通过了。
啊，现在最后这个阶段，一心求生净土。没有一切念头了啊，所有的活动不参加了。年岁大了啊，86岁可以不出门了啊，体力还可以。为大家分享《无量寿经》，记住这好东西。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我的心目当中第一宝典，啊，我在一生最后这个阶段取佛法里头第一宝典，跟有缘的同学们一起来学习，认真学习，将来果果成就啊！我们自己成就，也能感化一家人成就。那是无量功德了。你一家成就，你会感动你的亲戚朋友，你的邻居乡党。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不是假的。这就叫自利利他。说而言诸开者啊，对治，对治意思说出来了。现在讲诸开啊，诸开什么意思呢？盖有颠倒之心，障蔽真心，而使解脱之门不开。这也是真的。邪念、颠倒的念头啊，倒是与性德完全相悖。邪是不正，学佛的人都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知见，原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只是一念迷了，这一念没有理由。这一念呢，佛给我们说了，没有先后。什么时候迷了？就是当前这一年，不是过去，不是未来，跟过去没关系，跟未来也没关系，就在当下了，就这些年了。这一念迷了，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念念都迷。如果这一念绝了呢？念念都绝。
不是说我这一念觉了，哎，下一念怎么又迷了？不是的，你一念没有觉，觉了之后确实就不会迷了。啊，如果这一念觉，第二念迷了，那诸佛菩萨，他一念觉了，第二念也会迷啊，他为什么不迷？一觉一切觉，一迷一切迷，这大乘经上说的啊，就在这一念。我们听到佛在经上讲这些道理，好像是听明白了，解悟，没入境界。为什么没入境界呢？没放下。没放下什么？没放下迷。所以我们的觉性呢，不现前，这是真正的问题。这桩事情我们不能不清楚啊，不能不知道啊。迷雾总在一念之间，啊，这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里头的一念，极其微细。为什么放不下？这就是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你没看破，啊，张家大师告诉我，这个看破是智慧啊，真智慧啊，真智慧有没有现前？没有。如果现前，肯定放下。用放下去这个标准去体会你的智慧。你真放下了，你智慧开了；你还放不下，你智慧没开。不要把常识当作智慧，把知识当作智慧，错了。我们今天听说的这些全是知识。如果我们契入境界，那就是智慧。啊，也就是我们真做到了是智慧，我们没有做到是知识。知识跟智慧很接近，真有差别。知识能知不能行，智慧能知就能行。啊，知道身不是我，身就能放下，就能把身体看作衣服一样，舍身受身，一点痛苦都没有。啊，人死为什么那么痛苦，那么难过？不肯放下。到最后还是要放下。放下还留念，留念继续当鬼神了，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平常在哪里练呢？在人事上练，这是最厉害的。你要不跟人接近，你到哪里去修？啊，善人跟他接近。不起贪念，恶人跟他相处，不起怨恨，这就修这个嘛。
一离开这个环境，到哪里去修？啊，顺心没有贪心。啊，逆境没有怨恨，无论在什么境界，心是平等的、清净的，觉而不迷。啊，我们先从头一个，叫清净。啊，三个一起修的，那上上根人，我们不是那根性，我们中下，先修清净。从清净提升到平等，平等上看所有一切众生是一，不是二，不再有分别心，啊，不再有好丑，不再有好恶，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可是人与人之间呢，他有个缘分不一样，是平等心，是还是不平？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有些人天天在他身旁，有缘吗？有些人一生见一面都见不到，这是语言不同，不是佛的心不平等，啊，不是佛的心不清净，语言不一样，啊，所以语言要珍惜。啊，我们跟一个大善知识在一起，接受他的教诲，远呐、啊。老师都很慈悲呀、啊，都很想教啊。你不肯跟他学，不肯真学，他就算了。他也不会拉住你不放啊，啊，通通在运。啊，运抓不住，一生就不会有成就。啊，我跟方老师那段时间不长，没想到从哲学里头认识了佛法，原来佛法是最高的哲学。通过60年的学习，又发现佛法是最高的科学，死心塌地呀！如何能够达到科学哲学的最高峰？只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决定可以达到。达到究竟圆满，啊，现前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心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保持。无论什么环境，无论是善言恶语，决定不改变，决定不动摇，这一生没有一个不成功啊！这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大势因缘，不再搞六道轮回了，不再搞十法界了，啊，这一生真的脱离了。
设法界确实是苦海，要认识清楚。特别是我们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苦都加深很多很多倍，真正尝到苦海无边。二是经修辞对之助道之法，助于正观之心。我们今天的正观之心，就是身心切愿，一向转念。开鼻解脱之门，故云对之足开。下面再举例告诉我们，是就六臂六度言之，若人修上道品调时，解脱不开，你的烦恼习气没有办法化解，你还脱不了烦恼。这个时候呢，兼贪祸起，贪心起来了，见识吝啬，自己有的不能给人，自己懂得的不肯教人，这令法令财令法这个烦恼起来了，激动观心，就是观照的那个心。我们的观照就是念佛，以阿弥陀佛为境界，我们用般若智慧观照，照不住了，贪心起来了，心乱了，也就是我们讲念佛的时候夹杂了邪念妄念起来了。于生命财守护保住，念念想着保住自己的生命，保住自己的财物，心转到这里来了，把阿弥陀佛忘掉了，把求生极乐世界也忘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当用舍施之法而对治之。这时候想到佛教我们放下了，佛教我们布施布施确实能保持保住你的生命财物。为什么？财物从哪来的？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施财得财，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为得健康长寿，要干呐！真相信佛讲的，而且自己有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从老师教我就实验了，看是真的是假的，果然不错，它是真的。
年轻的时候看相算命，那都我相信都是高人啊，给我算命，说我的命一生贫贱，贫贱人贫，没有财富，财库空空啊，贱没有地位，这两样都没有啊。所以我也很认命，有这一点好处，就是老实认命，一生不求财，也不求地位。那为什么命里头没有吗？命里没有，求不到。张安嘉大师教我学布施，这三种布施会得三种果报，但是果报现前怎么样？不能贪，那就是功德。如果贪着呢，就变成罪过了。不贪越来越多，起贪心的话得到的有限，也就是给你的布施会成相对的多一点，加一点利息不会太多啊。如果不贪心的，那个可能回报的是你意想不到，那回报这么多干什么？保住苦难众生啊，不贪图享受，这就正确啊。那么事法跟出世法呢，差别在此地。事法他贪，他放不下，所以他一生活得很辛苦，死的时候也很辛苦，是就舍不得了，难分难舍，最后还是没办法了，还是带不去啊，带不去变成守尸鬼呀、那鬼还守在这个地方不肯离开呀、这是他的家，是他的亲人，是他的财产，不肯离开，那才难过了。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好，越多多施啊，大布施。我们今天用网络卫星，这是大布施，从前没有这个东西啊，布施有限的，有了这个东西，方便了。这是我们比上一代好，上一代佛教里头没有在电视里讲经教学的，没有啊，我们遇到这个工具啊，上一代的没有联合全世界宗教啊，我们这一世当中啊，开这个端了，开这个头。能够这个跟全世界宗教搞团结啊，来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好事啊！这个就是佛说的语言不同啊。我的三个老师都没有遇到这个。但是虽然没有遇到这个缘，这老师跟我这个缘
有密切的关系。啊，我这个缘是从李老师的大专佛学讲座，这是我一生在国际上弘法的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我认识谁呀？谁认识我？啊，那么第二个缘，道安法师。在台北中国佛教会办的大专佛学讲座啊，他请我去做总主讲，我在那里讲了4年，啊，李老师办的时间就更长，前后大概有10年。这些学生跟我读书，毕业之后到外国留学，在外国学校拿到学位，就没有回来，在当地工作，啊，结婚、成家立业，我们到国外都遇到了，啊，所以各个地方要钱，就是这批学生。就是没有这些学生，我们哪来的缘呢？啊，这发源是这么来的。啊，真的，善导大师所说。总在语言不同啊，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应该怎么去做法？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外缘，就全心全力。护持正法的人才，这个重要啊！法要传承，不能断绝。禅宗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前面5代。都没有缘，单传的，一个传一个，到第6代，慧能大师缘成熟了，他传了43个人，空前绝后。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个盛况，慧能大师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这个盛况。真的是缘不同啊！我们要能够掌握住，机会不能失掉。所以，外头缘不成就，就培养人才。啊，外面人成缘成就，促进宗教团结，互相学习，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大事，这真是大慈。大悲呀，是神圣的大爱。
今天是清明，前年的清明，我们放下无量寿经，起讲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的集注，这两年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的结跟弦都明显的进步啊，让我们对于往生净土、清净弥陀幸运一天比一天深了，好死啊！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越来越有把握。就从我们真正爱护生命、财物，要为正法爱护，为众生爱护，这就对了。啊，施舍这两个方法，决定可以保住。啊。保住是要有行为，不能守住了，不动那个保不住。所有一切物无常的，无常就是流动的，相思相续。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违背这个理，顺其理，那就对了。啊，背其道就错了，所以要晓得财要流通，无也要流通，流通越流通越多，越多越要流通，啊，不能守住。下面说，若破戒兴起，拐为禁尽。当却持戒律而对之之啊，这句第二个持戒对之破戒啊，破戒心起来了，现在这一条这条没有了，没有持戒的了，受戒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不要说佛门这些戒律了，佛法普世的教诲，十善业道啊，谁能做到？十善业道不是戒律，但是戒律是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上，没有十善哪来的戒律？啊，十善做不到，戒律就完全没有了。这一点必定要知道啊，古人能做到，为什么？古时候的教育不一样啊，古时候教育不是国家办的，家庭自己负责啊，古时候大家庭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
有家业，这是一个家庭四大支柱啊。家道是相同的，家规不同，不同里头有同的，弟子规是共同的。除这个之外，每个人家还有自己规矩。他们所学的不一样，所经营的事业不一样，所以规矩不相同，大概都记载在家谱里头。你看看每个人家的家谱，家谱里头所定的家规，你就知道了。所以家家人从小就有规矩啊。学十善业道一点都不难呐！十善业道的精神，跟中国古时候家庭里面的家规精神完全相同，这家道相同。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些家道家规丢掉200年了，没人知道了，所以实际上就变成很难。啊，我们学佛总算是过去生中跟佛有缘，叙事善根深厚，这一生遇到佛法，得到叙事这一些诸佛如来的加持，也要遇到善缘，遇到善知识，我们才能觉悟啊，才能如法修行。但是一定晓得，除净宗法门之外，不可能有成就。因为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待业往生的，一定要断烦恼，要消业障，这两桩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我们要不是阿弥陀佛开这个法门，没救啊！弥陀的大恩大德，一定要知道，知恩报恩呐！啊，报恩就是心愿持名，求生净土，真正报佛恩，真正成就。今天我们就想到此地。